总三位已经连续举办了53年的祭礼，风雨不改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今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我们还是和国防部合作举办这个祭礼，我们限制了参加祭礼的人数，也实施更严格的预防措施，就是为了坚持传统，向死难人民表达我们的哀痛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提醒新加坡人要居安思危，珍惜现在的和平与稳定。